係2005年咧，去咗一個新加坡特會之後咧，就開始聽到神嘅聲音，同埋見到異象。咁之後咧，就因為有啲姊妹咧揾我禱告，咁我先知道咧，我一為人禱告咧，我就會有異象啦，我會見到個人個樣啦，係點樣啦，喺邊一度，即係佢嗰個即係佢個樣係點樣？佢個係開心啊、愁苦啊，或者係喊緊啊，或者係面色係點樣咧？咁樣咁跟住就我就會同時間咧係唔需要問主嘅，即係我會見到異象，跟住聖靈一路同我講嘢，咁我就一路領受，我係唔需要用唔會經過個腦嘅，我就係直接。是直接收到就即係我就個口係咁出噶啦，即係係唔需要經過個腦去思考嘅咯，咁樣。咁但係咧有時即係係好快好快，我就係咁講係咁講係咁講，就講出對方而家或者係以前經歷過嘅嘢咁樣。咁通常我為嗰人禱告咧，佢係會喊啦，佢會係會即係經歷一啲憂傷之，即係或者經歷一啲憂傷啦，或者經歷一啲難過啦。咁佢喊係咁喊係咁喊之後咧，就神就會釋放咗佢咁樣咯。咁有時神會話俾我聽，我甚至乎有時我會見到個人呢度有字啦，個頭上面有字啦。有時係聖靈親自話俾我聽啦，呢個人譬如佢失眠啦。或者佢係佢好憂傷啦，佢好憂愁啦，佢好擔心一件事啦，或者佢做咗一啲嘢，佢覺得自己犯咗罪，好唔開心啦，係直接嘅咯，即係我唔識點樣形容，係我係見到圖像，跟住就神會即係好似即係透過我。我的靈是直接出的，是很快的。跟住譬如停了之後呢，我就心裡面會再問主，神還有沒有啊？如果神說沒有了，那主就說你祝福他了，那我就會就著剛才我所領受的東西就會祝福他。甚至乎主沒有說，剛才沒有說的，我就有感動，我就會祈禱。就好像剛才那位弟兄說，他說我都沒有告訴你我失眠，為什麼你會知道？那我說是從神領受，但我剛才沒有領受到的，那我就求主祝福他晚上睡得好樣。那我就講回葉牧師你2013年帶我去一個很大的機構，為他那一班都很高層的去禱告，其中有一個呢，那我一為他祈禱呢，我就見到本diary book，即係日常嗰啲記事要做乜做乜嗰啲咧，咁我就見到嗰本記事簿咧係全部滿曬嘅。咁主就話咧，佢係太忙啦，佢係非常之忙。但係神話俾我聽，其實佢好想侍奉神嘅，但係係忙到冇時間。跟住我就問佢啦，我話我見到本 diary book， 我話你係咪我話裡面上面寫滿曬嘢，你係咪即係平時係好忙，但係你又好想侍奉主？佢話係啊係啊咁。咁跟住咧，我就為佢祈禱啦。咁其實我仲見到一個觀音嘅偶像，我為佢祈禱。咁我就問佢有冇拜過呢個偶像咁樣。咁佢就講咗一啲嘢俾我聽嘅。咁我就為佢呢一啲事祈禱，咁就完咗啦。咁跟住咧，原來佢對我好深印象。咁就再年幾之後咧，就喺穆斯里嘅聚會就又撞到佢。咁佢話。我今天帶了我的女兒來，那你可不可以為我的女兒禱告？我說當然可以啦。跟著我為她女兒禱告是很短，可能只有5至10分鐘都沒有，就是那麼短時間啦。那我就看到她女兒坐在一個很黑的房裡面，她是在個角落頭那裡就攬著膝頭哥，就很不開心，很不開心的樣子。咁我間房好黑，
咁跟住神俾我領受咗啲嘢，咁我就開始為佢禱告啦。咁我嗰陣時唔知道佢咧係嚴重失眠嘅，咁我就同埋唔知道佢咧原來佢係有一啲嘅病嘅咁樣。咁跟住我就就住嗰個領受，我就為佢禱告，跟住祝福。咁佢哋又走咗啦。咁又再年幾之後咧，咁呢個姊妹就約我飲下午茶。咁跟住佢就話好開心。佢問我記唔記得為佢個女禱告過，我話記得。佢話我個女好翻曬啦。咁我問佢個女咩事啦？原來佢女咧有強迫症，日日洗手嚇。咁就個強迫症嚴重到咧，佢係唔出得門口，翻唔到工。佢話因為我為佢祈完禱之後咧，佢就慢慢好翻，即係大概兩三個月到就好翻啦，並且係個強迫症好翻啦，並且係失眠好翻啦，可以瞓到覺啦，可以翻工咯。咁我就好開心啦。咁佢又話好多謝我，我話其實呢個唔係我嘅能力咯，係神賜俾我嘅能力。咁就我好開心，真係可以祝福到佢啦。跟住我再為佢個女禱告，咁咧神就感動我咧，就係為佢女婚姻禱告。咁我就為佢個女婚姻禱告，跟住又大概好似年兩兩年之後咧。就佢就個女就結咗婚啦，就 exactly 係即係我同佢祈禱，咁佢係揾到一個即係好好嘅弟兄就結咗婚咁樣。咁呢啲係我一啲嘅見證咯。咁我好想講咧，其實我呢啲知識嘅言語咧，我冇求過嘅，係神親自賜俾我嘅。咁但係當開始用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係戰戰兢兢嘅。咁我係用咗好多嘅時間咧，去釐清自己呢一樣嘅恩賜，即係要用得多先至知道，真係係應該點樣用咯。咁後來我係參加一啲嘅先知性嘅課程去學習啦。咁我自己之前我係成日等候神啦，即係以前我的屋企咧，我係差不多一日都唔係24小時，除咗瞓覺，我係成日播住詩歌啦，咁樣咯嚇。同埋好多謝我啲好朋友咧，就成日揾我去為佢啲屋企人禱告啦。咁就變咗就即係加深我對呢一方面嘅操練啊。咁就即係因為係好朋友啲仔女啊嘛。咁係一件一件係成就嘅，咁變咗就我就知道，即係神真係俾咗我呢一個恩賜。咁我就好感謝主俾我呢個恩賜，我係好希望即係用呢個恩賜去幫助更加多嘅人咯。同埋我心裏發覺我自己咧係有一個醫治嘅恩賜嘅嚇，即係我好多時為人祈禱咧係。神是特別醫治那個人，譬如有幾個人咧，佢係失眠嘅。咁譬如嗰日佢真係失眠失得好勁，佢又打電話俾我，咁我為佢祈禱，佢嗰晚又會瞓得到咁樣。即係我係咁樣慢慢經歷，我就知道原來我真係有醫治嘅恩膏喺裏面咯。但係其實好多年前神已經話俾我聽，我嘅。恩賜咧係我要做嘅事工係醫治同埋宣教，咁喺呢度好感謝主啦！我亦都鼓勵眾弟兄姊妹，其實我哋嘅心係想俾神用咧，神一定會用我哋咯嚇。無論係大家覺得自己係幾微小或者咩，如果我哋嘅心係好純正，係好想係被神使用嘅時候咧，其實神可以一點一滴加添我哋。那個恩賜和恩膏咯，但是我覺得大前提是我們要愛慕神咯，即係愛神和愛慕祂的說話，慢慢一點一滴去加增咯，我覺得是這樣。在這裡將一切榮耀重贊都歸翻給主，這個完全不是我的能力。OK， 感謝主，也都盼望每一個呢看這個影片的人呢都會發揮神給他的恩賜，其實神都會給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，當我們給神使用，即是
願意將生命獻上，神就能夠使用的了。好，榮耀歸俾主。好。